大家好，由我对先点起我们一下事情哈。今麦大家比同学哈，我今天来讲，咱台湾吼，台湾人本土的台湾人，要有新的认知吼，有来遮学习新的知识，吼，啊来传播咱的本土的台湾人。今麦有遮新的知识，咱才会觉醒。过去15年来，拢互中国国民党错误的教育，大家拢教错误的知识、错误的思考，吼，这些逻辑拢错误啦。我感觉有新的知识了，咱才会当对抗中国国民党所甲咱放的毒，咱才有法度有新的行动力，后来对咱林志英博士吼，这个林政府来讲。用这个路来打拼吼，那么我今仔先来讲，我是安怎我今仔站伫这个所在，就是2006年咱林志升这个国主来高雄市选市长，我一天有开车为伊的竞选总部陪，啊我就看到迄支美国旗仔内底有一个台湾旗，但是迄阵风无飘飞，啊我想讲哦，啊即摆正可能一个美商吼。比较要办直销的款，尾后一天看报《自由时报》吼，报讲有一角仔讲伊伫中市的武庙遐要办一个演讲，啊，遐有讲伊有伫个一个频道顶面咧主持节目，在只十点外钟，我就甲转来听，好，夭寿足震撼，因为我较早伫民进党，我咧资深的民进党党员，那么。听到伊所讲的论述吼，我较早足侪足大个问号吼，无法度解答的，拢伫伊啊得到答案。哦，所以我就足期待迄天拜六伊的时间吼，暗时啊要演讲时间到，哦，我就足早落去遐等。到拜一啊，就看到迄支旗啊，有人咧分咧设计旗啊，我就伊去讲吼，哦，我较早迄个热情搁转来。因为民进党我失望差不多几十年啦，我已经练了，我对这个政治吼已经练了，但是搁伫遐伊搁搞点发挥。本来我都困得好势好势吼，啊，到阮民进党啊变啊选着总统啊，不过阮的心会当放啦，反正都做到上 top 的位啊嘛，一定会替阮台湾咱台湾人找一条生路嘛。我结果无啦，啊，我继续困，本来困好势，你又叫醒个。阿妈补到今仔日，好伊咯。本来我对咧竞选的时，我就负责影响。伊若讲对咧要办演，吼，咱总部要办演讲，还是外口要办演讲，我就去控制影响去行。哈，伊煞一人一人老教啦，下面做这做这，一直做到讲今仔，叫我来做平湖区的酒店吼。啊，小弟不在，啊，希望大家吼多多给我看教吼。啊，我就来讲为。美国的三权分立来攻击了哈，这个美国哈有一个行政单位哦，这个美国总统在管的，啊有一个立法单位就是参众议院嘛哈，啊一个司法单位。那么行政单位哈是从美国在管它，伊下卡管两个部门对咱台湾真重要，一个是国防。啊，一个是迄个国防部。那么美国总统负责国防甲外交。那么台湾拄啊分做两个地位，一个是政治的地位，政治地位就国防伊在管。那么国防的部分吼，咱的台湾的法律的地位就国防部，吼，我来以万国防法来甲伊管，吼，就包括这个战争法，吼。那么。美国的参议院，伊这个1979年，中华民国跟美国断交的时，美国的参众议院通过《台湾关系法》，立这个法，来予美国总统依这个法来建立管理台湾。好、哦，那么美国总统就搁授权予这个国务院，国务院就搁授权予目前。AIT， 好、哦，
啊 ，AIT 过来管制台湾地区当局。1979年以前，中美啊个断交是叫做希望中啊民国个地区当局咧管咱台湾人。好、哦，那么台湾算较衰啦，二次战后麦克阿瑟派蒋介石个部队来，而且阿萨布鲁三楼。三流的国家所派来部队吼，啊，咱迄阵是一流的日本国啊，咱煞互这个乞食国家来，咧甲咱管，咧甲咱捣蛋。啊，不管安怎，这已经是一个事实。那么咱要怎变心？吼、哦，咱也是爱，迄落土债有主，咱爱找美国。吼、哦，那么台湾个另外一个地位就是讲，咧法律的吼，的地位。这个美国总统就以这个万国迄个公约的原则吼，包括宪政法，后来限制美国总统，你要安怎来管法律的台湾？好，那么以这个美国总统以管制这个国防部，那么国防部呢？啊，伊这个在台湾有一个美国军事。政府啊，电报屏这个阿袂正要去公布了，比如公布，伊阿袂完全衰，啊，都听恁口话咧讲是讲大概七八月啊，伊个政策嘛，啊，就美国新的 AIT 总部来学遐吼，就升美国个军，啊，就咱这边自己自己好 ，OK。那么美国伫台湾个军政府下骹。咱这个民政府，啊，伊较来管理咱本土的台湾人。Okay? 那么，总是用家己的人来管家己主体，哦，就等于这事情，看到阿扁也在甲咱管，起码咱台湾受的照顾较有啦。啊，那旅游就即摆两千公变，又万就钓着了，第三年吼，大概是。很爱叫啦，即、這个伊拢照顾财团啊，甲好家人咧。啊，咱一般普罗大众，哦，讲做无感复苏啦，你大概拢应该深受其害就对啦，吼、哦。OK， 好，那么去年吼，你比迄个前个日本的首相，即届伊就坐首航，吼，迄阵咱台北市的这松山机场。这个成田机场吼，当年成田，落雨天吼，雨天机场，对飞伊第一班来庆祝就对了。啊，讲要上台去看，那个蒋英主席嘛。结果是安怎？派中华民国日本政府的外交部无派礼车来接送。原来我是听林宝讲，啊，就本来马英九政府叫交通部讲爱。从咱就爱飞上海甲东迄个北京个对飞，变成出卖台湾主权的迄个味道，就讲都变中国个国内吼台湾吼、哦。那么美国就随叫日本，你也搞飞，咱台北市咧上山，所以马上就这个局煞要美国甲破局。那么咱就来想讲，美国是安怎为咧权利，会当叫日本？会讲叫台湾地区当局无法度反对讲美国讲叫日本来飞台湾的上山，这一定为掌控台湾迄个权利嘛，或者权利就对有金砖合约来支持，吼、哦。这上面真侪学员拢知影，我就卖去讲吼。啊，就是因为安尼创一个破局，嘛叫批评，就中华民国的这个日本政府的外交部。轮放那些的安倍晋三吼，坐客人车去看小英吼，诶，迄阵报纸拄开始我有看着，但是我看无呢。哦，我较拄我较袂去人民部讲一寡代志，较放哦，我恍然大悟。那么即摆渐渐对伊部咧看，我新闻我都看较有啊啦，吼、哦。诶，感谢林志坚咱开播，谢谢。来，啊，过来即摆。前几天三月七号，我有看《自由时报》A15版吼，一个赖宜中伫台湾智库，一个较早伫阿扁啊，
迄个民进党来了，咱做到敢那，我迄个职务我袂记啊，咱有关迄个国际事务的吼。那么伊迄个文章有写讲，即摆马英九总统请中了吼，迄个美国真侪智库的学者，啊政治人物拢有弃台论，啊甚至讲是毋是啊，拢卖会比武器互台湾。今摆我也要看新闻啦，啊做监控，伊毋是弃台，他是弃中华民国啦，哦。啊，无买卖武器哦，中华民国日本政府啦，唔是，咱根本唔免买嘛，咱着是美国的军事管辖下，咱的国防是美国爱替咱负责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当然啦，大家有来遮受训过吼，一定以后报道拢着较会晓看吼。OK。啊，过来，最近我也看报道讲哦。中华人民共和国甲美国买美国的公债，已经买到1.16兆的美金，所以代表差不多，34.8票的代表，我这样来算一个真大的数目。我有真侪人讲，我即摆中国人够有钱啊！我武器啊，一直发展，哦，拢愈来愈新。哦，啊，美国今嘛建起摆，哦，啊，伊所发明的一挂武器，啊，强啊，透过三个间谍，哦，讲个间谍，拢咧甲偷窃，拢咧滥冒暴冒。但是，啊，咱评比起来，一个较搭衰吼，美国一直做些好，啊，中国敢若一直起来。其实，美国伊若要卖武器，啊，是伊即马有十多个武器，伊即是已经差不多准备要退去啊。伊已经新的武器，哦，较先进的另外一代拢差不多好啊。比如讲，伊若要卖你 F-16AB 的时，就是 F-16CD。也拢成军做好啊！哦，伊若要卖你 F-16 的 CD 的时，人伊 F-22 也做好啊！哦，甚至 F-35 也要出来，哦。这，咱唔好看讲哦，美国敢若即摆较落伍，然后较惊下坡。其实，你中国趁美国的钱了，啊，美国买公债，会即冒风险呢？啊，你看起来讲，美国欠中国人较侪钱。但你若想讲，是美国因为伊落订单予中国，予中国工厂会请员工，予来赚一寡工钱啊。啊，美国人是伊是咧开钱咧，啊，到底是开钱较好个，还是中国人遐做工个较好个？这应该比了啦。另外，这啊，美国原来有伊个计划，我落订单予你，予恁个中国人有头路。即嘛有大家有钱了，哦，你若食饱了，你唔开，呾资融入就会呾要阁追求自由人权甲尊严，安尼是毋是伊个民主的思想起来了？真有可能，应该内底人想要争取遮自由人权的事，就跟北京政府变安尼，咱在美国就后面阁派美军，哦，遐麻烦。讲伊个拍火，像迄个拍伊拉克安尼，啊，伊自然就变啊。哦，这上成本的啊。哦，美国唔是小的。另外一个经济控制中，你等于食我美国的冷水食惯是啊吼。啊，我这个这条上牛奶水的这个水龙头，我若甲你关起来，你遐订单无回去。这只工就敢免倒，印度唔是要做呢？哦，马来西亚、泰国嘛足够做的，要做只轻五金啊，还是电脑3D产品拢会晓嘛？哈、哦、，OK。所以唔通看讲哦，你嘛讲在美国欠阿强遐侪钱，佮另外一点，阿强啊差不多70%以上的石油嘛爱靠归海外买。
即个石油公司，全世界石油公司大部分拢掌握伫美国公司的手里。哦，而且美国人讲，都甲石油起价，起价$10，哦，你看，那一年，即摆已经起到110几啊。我开始捌代志，我就知讲，较早原油一桶是$2啊，即摆一桶拢100几啊。嘛，你看，美国若要甲中国安尼辛苦赚的钱哦，要甲赚倒转来，啊，就甲创个起价嘛。伊调工去，阿不然，迄对一个石油国家，就甲创一个小动乱好啊，大家就紧张，就石油就起起来，起价外国啊，你中国人要做死啊，吼、哦。另外，咱最近吼，南二岛咧补选立委吼，哦，啊，大家拢想讲。民进党连续滴安尼选10次吼，赢8次啊，哦，真是足好个哦。即摆大家抢拢去选立委啊，抢要选总统啊，不哩啊闹热呢。但是洪坑对民进党都寄望啦吼，啊伊较冷静，但输过一件代。搞不好中国国民党因这老干，中国人是5000年。拢咧研究安怎甲你骗，甲你个钱骗到台湾落地安尼，所以有一句顺口溜就讲：十亿人口九亿骗，还有一亿在训练。哦，咱大家爱有心理准备，就讲唔当过去参加中华民国体制来选举啦。哦，你一条放即8次输你，你拢小局无用，拢是中华啊中国国民党个统治台湾。听到？上重要，立法委员、甲总统嘛，这两个唔可以当控制台湾的。你若选了总统，就会当分配主权。啊，立法院过半，伊就当通过足侪对因占领者有利的法案。所以小选举，县市长由恁赢，哦，立法委员补选拢由恁赢。但是伊即摆咧创一个立法院甲总统咧合并选举。票做一下买，较成熟，佫较好钓。你要怎赢中国国民党？哦，而且你去参加中国国民党的选举，伊是咧延续中国国民党、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伫台湾的统治。尤其咱若去领。当时就前去投票所领迄选票的时，就代表什么意义？你承认你是中国人，是你用中华民国的身份证，变成中国人吼、哦。那么你去领票去登票，人佫照规矩啊，开唱票，都算着的，比如算着卖票，代表是你同意，恁台湾人同意授权予。马英九来甲你通知，总共咱选着阿扁啊，肯定嘛是代表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统治咱本土台湾啦。所以你伫伊个体制内去卡软战，算拢无效。哦，安尼拜托大家就是对民进党有寄望的吼，好较舒克。而且我感觉，我听人讲吼。人骂民进党，但是吼，遮独派的，包括民进党，因过去甲咱带唔到，60几年啊，甲真了唔甲请，难道不该骂？我嘛是资深的民进党党员啊，迄阵了阁戒严时期啊，我迄阵囡仔出世。我讲要家己认同，我顶下吧。我若你要家己问，你就爱受罚嘛。后日恁某囝就是我个超市，伊来要掠你乖。我就家己认同，认同哦。我住伫大楼内底，我个管区不时来找我。我遐啊，当时十八遐买游行，你敢有买去？不时就来找我。
我话了，我当讲，出来看卖，我一直足紧张，就不时来找我。我无伊个答案哦，伊就不时来找我，是不是？还是还是题外话哦。那么，另外一个杨医师也讲，讲卖讲动机啦吼，讲动机、感情啦吼。如果讲本质本无罪嘛吼，啊这动机，我是甲解释来，字里甲贴做两字啊，一个土一个心，爱护咱本土台湾的，会有爱心的人。讲叫做同志嘛，迄无紧啦吼。啊，因为咱有时啊讲惯事啊，但是若讲迄代表我着解解结交啊嘛。哦，迄个毋好讲对。OK。另外是，我看我来讲，我来讲一个立陶宛的模式，因为头拄好讲到这个选举这个问题吼。人立陶宛伫第二次世界大战。结束的是，迄、那个苏联随伊甲变脱，而且伊苏联解体了吼，伊就算阵立陶宛的人民就认为讲，哎，因的机会来啊，因的民间机会就怪伊讲，全部独立，哎，就全世界吼，联合国的成员，甲承认的无介济啦，二三十个尔，大家拢咧看讲，啊，今日宣布讲独立啊。我你见过啊？你是你若过，你甲观察。但是这个立陶宛参台湾介同款，是方君主占领，所以伊冇选举啊，伊冇是有假民主啊。伊苏联君主占领下的军政府下骹，因所办的选举，1991年过了，因全部独立了。苏联军所办的选举，迄届因就歹去参加。有去登记做参，迄个伊选举人吼足少的，而且投票的时投票率不哩低，敢若30%尔。所以投票率开迄、那个投票迄、那个开票开了，投票率遐低，其他世界大个国家吼就拢一直甲承认嘛，所以人伊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，吼、哦、伊就全世界超过。半数的人，迄个国家来承认嘛。啊，这个模式也是咱一个借鉴嘛。咱卖参加中华民国体制来选举嘛，予伊统治台湾的这个正当性无去。哦，安尼是毋是美国人嘛，较会尊重咱本土的台湾人？啊，无美国是要出手救咱台湾本土的台湾人是？结果恁家己投票拢投互马英九通牌啦，美国嘛是。民主的国家，伊嘛爱尊重恁民主的选择啊，伊足歹出手的，你知？哦，所以咱本土台湾人家己爱觉醒，哦，咱今仔伫遮受这个份，哦，啊，咱林秘书长安尼足用心良苦，安尼三两天就放了出文章吼，啊，咱大家吼，爱认真去哩，上网去哩看。啊，另外，我拄仔有想到一个问题，讲难民营。我较早看听难民营，迄、那个印象是讲大片多的，但是咱台湾全世界上豪华的难民营，建村对，啊建村，我知影上豪华是台北，伫迄大安森林公园边啊，建国高架桥边啊，哦，迄支敢若12楼以上。迄以前迄个国际学者遐，他才拢提出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尾仔就拆做，遐建筑也拆掉，啊，其他人虽然讲，但伊边仔迄边，迄古代吼，介侪拢起甲足水，迄算是新义古代啊，啊是成功古代，我因为我离开台北足久啊，安尼吼。今仔吼，我是安尼大哩拉沙安尼，想到对，讲到对啊，啊。上重要就是讲，咱对咱家己本土的台湾人，到底咱的政权有几个人在甲咱管，咱来搞清楚。哦，啊，这两条线路去，就一个是政治的台湾，一个法律的台湾。哦，一个国会，比如讲咱对上下骹咧，倒
最初去咱个顶管呐，伊发起台湾咱个顶管有一个民政府，啊，民政府顶管一个美国，是在台湾个军政府，啊，佫去哩，吼，是美国国防部，好不好？对对。那么国防部去就美国总统，但是美国总统是叫这个官国公法，这个间接管制的。因为伊过去为了伊美国的利益，所以用模糊政策，无爱甲咱台湾人联系。那么另外一条路线就国政府，现在体制就是，咱的顶管有一个台湾地区当局，然后伫咧当局顶管有一个 AIT 去里边，国务院哦，国务院去里头，美国总统，哦，咱来先把这两条路线想清楚。我说我足佩服恁以前秘书长吼，伊写个文章啦。我感觉哦，这个脉络也足清楚的。原来咱地位是，然后有这个台湾关系嘛，嘛是为叫金山回来。这个脉络咱也创个清楚，可能咱咧读林秘书长伊个文章，就会较容易了解吼。好是甲我心得提出来，甲大家分享。哦，啊伊个希望。大家吼，你会当算大家来会来遮拢听啦。啊，但是介济会像我，伫外口足济人，像我较早共款拢咧群内面，伊拢会，伊今年也有较点好听吼。伊迄热情也搁起来吼。哦，咱后日咱遮拢算，可能后壁迄几间啊讲着袂坐袂落去吼。好啊，我今仔先讲到遮吼。啊，感谢。OK， 谢谢大家。谢谢。谢谢。